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为平昌奥运，南北韩重新面对面会谈，并取得北韩将参加平昌奥运的承诺，代表团并已进入首尔，为南北韩和解露出曙光。不过北韩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经25日早上罕见地向全球朝鲜族人发文，指大家在南北韩统一问题上靠自己取得突破，无需其他国家出手。综合媒体报道，朝中社发出通告指出，在昨天举行的政府、政党、团体联合会议通过了致海内外全体朝鲜民族的呼吁书，除了强调南北韩统一要朝鲜族自己来推动自主统一，还要扫除所有统一障碍，终止所有破坏南北关系的谣言、军事和战争活动，击溃所有反对势力的阴谋活动，完成统一大业。声明中要南北韩之间多互助往来，包括推动海内外各政党、各阶层和各部门的接触和对话，积极进行合作与交流，推升统一气氛。